左手的手背痛啊，左手的手背痛，刚才手背应该在挂那个挂那个台线啊，挂台线啊，有的时候那个台线鼓起来了，鼓起来一块像木耳一样，长出来了，然后木耳一样长出来了，不应该就用那个拳头去砸那个木耳，让它掉下来。让那个木耳一样的那个台阶掉下来啊，所以刚才呢特别痛啊，他砸那个像木耳一样的台阶把它砸下来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原来是闭眼金刚在工作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。